好，噶阿拉道不尽的是心灵哦，阿拉不停啊，你宽容宽容啊，宽容，不要紧张。刚刚所需镜头高头吃了有眼眼不对，那么就跟阿拉前头看到的02年、02年的德比是一样的，对吧？申花队小朋友，对，中远队已经是一群成熟的老大哥了，对，有可能还可以当叔叔了，有些人，对吧？对，沈耀东啊，对，可以当亚叔了，可以当亚叔，对，就是说这个在球这个足球的成熟度和为人的成熟度，这工作的成熟度和这个待人接物的成熟度上都要高过那帮小孩，所以第一场德比呢，申花是输掉的，就历史上的第一场德比是输掉的，对吧？对。啊，借刚才这个镜头稍微切磋一点，我们聊一点其他的啊。这个源自味精，至近视到瑞士，预约咨询专线400-8211567。今天呢，为大家转播中超第22轮上海申花队客场对上海上港队的比赛。这个上港队呢，就是东亚队啊，东亚足球俱乐部。就我们导播啊，可以把这个导控室的门关一下啊，你们里面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陈亮和我一起来解说。因为这是上海两个队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不用沪语呢，就太扛不过去了。是。所以今早的许多啊，前面也不废话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没有解说的那个频道。但是在这里呢，大家听到的依然是由我和陈亮带来的沪语解说。干冰刀漂亮，哎，干冰刀，算了，球还没开始啊，漂亮漂亮，就是就是。阿拉在讲，搿场是德比，搿场呢倒真的是德比，是德比。对，因为东亚搿支球队也是辣上海土生土长起来的，虽然是辣辣五大崇明道啊，崇明道啊，辣崇明道，风甲拉大的地方，对吧？呼啸哈的地方。但是呢，是上海的球队。那么申花队呢，也是阿拉大家欢喜的，一直在上海成长起来，有的传承，有的文化的球队。所以搿比赛，搿场比赛是真的德比，侬同意伐？是，我同意。搿侬勿同意，侬讲两句。侬为啥你同意呢？我同意，因为我发觉第一啊，侬搿崇明我讲了蛮好，侬嘛要么要么东亚队进攻，侬崇明我崇明会讲价的啦，因为有的东亚德鲁巴，还有的个啥崇明德鲁巴，德鲁巴，崇德鲁巴，因为两支球队呢，土生土长，对吧？伊拉分了好几年才冲上来，也蛮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就讲搿是应该比较地道的上海德比，应该没错。这个。从德比的性质来讲啊，阿拉现在讲另外一场帮申花的比赛，两场比赛阿拉侪赢了。但是一个比赛呢，从阿拉角度来判断，好像总觉着离德比的味道还差一眼，对，差一眼，对。但是呢，申花搿赛季是1-0赢了申花，可能2-0赢申花。阿拉来看看搿两场比赛的VCR，再加上上场申花主场辣虹口踢搿个上港的比赛，阿拉可以让导播准备一下，阿拉看看搿三场比赛的画面。阿拉先回忆一下，申花搿赛季经历的搿三场比赛。阿秀哥，搿是联赛第二轮，申花踢申花，辣辣女生，是吧？前场杀入，开场只有3分多钟，费拉斯助攻，帕多投篮中。虽然阿拉不承认是德比，但是因为大家侪讲德比，阿拉算了。对了，虽然是搭错，但是阿拉就讲是搭比吧啊。搿是第二场，申花辣虹口，联赛第七轮，吴磊先罚进了一只点球。39分钟辰光，吴磊罚进一只点球，到下半场申花开始反攻。搿只就到第70分钟，还是费拉斯，费拉斯老就搓到后底，那正好是前两根啊，晃开终结入门，搿是申花的中国球员搿赛季打进的第一只球。再看，哎，宋博旭搿只就是过了漂亮啊！好，搿只就是莫雷诺，86分钟，空军部队，空军啊，空军部队，
搿是捉牢东亚的最差的只环节，就往高空就勿来噻。再看啊，搿是申花主场2-0申花的比赛，搿场比赛也老关键。搿场比赛首开纪录的又是莫雷诺。再看啊，搿只球更加漂亮了。搿应该讲是搿三场比赛当中申花打进的最漂亮只球。看宋博旭，中区弧顶开始打球，搿应该有的，搿奔了大概有的靠40米了吧？40米勿止了，40米多了啊。嗯。搿只球一条龙啊。上半场申花就确定了搿场比赛是捞下来了，2-0。所以阿拉讲，申花辣辣搿只城市里向。大家对伊个认可度，所有个球迷对搿支球队个关心，跟对搿支球队个态度，我觉着侪让申花应该讲自家心里讲，心里向有的眼甜蜜感，但是呢，也有一种负担。对，侬讲对伐？那侬个申花介许辰光了，再加上呢，侬之前阿拉不得不谈啊，陈亮04年辰光代表国际队打过德比。对。后头侬05年就转到申花了。是啊。对伐？曾经作为敌人，到后头比自家人。你这个及时投诚啊，我还是要对你表示这个尊重的，对吧？谢谢像怎么批斗我呀，对不对？我要讲，那么这个幡然醒悟还是好的嘛，对吧？嗯，那么侬自噶从内心的个感受，侬讲了球迷讲过，嗯，你看做对手啊，再到搿搭边来做队友，都侪有压力，侪压力，侪压力，因为上海申花啊是上海名片，勿、嗯、管到里搭主场侪是申花，球迷永远是申花多。搿是我作为对手压力，所以跑过来呢又觉着介许多球迷支持了，搿种球一定要踢好，又是搿辣自家屋里门口头，主场客场是比侪是主场，侪主场，一定要踢好。我记得我有一趟我辣辣我辣八万人讲球个嘛，对，一场比赛是终于踢申花，其实我忘记脱是哪里个年了，但是我记得一场比赛是终于赢个。终于赢了，八万人可能是第一场吧。第一场，第一只终于就是03年，零两年，我记得是赢了。哎呦，赢好以后哦，侬不晓得，嗯，就讲徐泽西、王国林加上主教练，有辰光是乐鲁瓦，乐鲁瓦，哦，搿三个人抢得好啊，搿抢是抓赢球啊，赢的是生活啊，伊拉想绕场一周一个，啪堵着手，搿辰光徐泽西想，我总归应该得到的是掌声，啊，得到的是欢呼。对呀、啊，对吧？一啪堵着手，都晓得啥情况吧？口袋高头棒棒棒棒的黄绿色兵哦，像龙一样。哎呦，这些情况不对，撤退，倒退了一个。哎呦，所以说，任何一支上海其他球队，对吧？侬就算辣辣跟申花的比赛当中得了眼便宜，这个千万不好死格格。对对对，千万不好死格格，要低调。低调。所以阿拉为啥体前头一直辣辣讲上海只有上海申花？阿拉告诉大家搿只。搿只概念并勿是讲阿拉排斥其他球队，其他球队可以生存，侬可以辣辣上海，但是侬态度要好。对，态度要好。侬态度搿，侬勿好讲，我一定要拿申花搿位置夹脱，是，要拿申花干掉，要掐脱，搿侬搿是勿对，搿是勿得人心了，对嘛，对伐？好，阿拉已经进入比赛现场了。今朝申花的首发，门将王大雷，后防线高头呢有眼变化啊，因为白家军同志勿好上，搿顶下来讲搿里向有故事啊。白家军不好上，所以呢，王长青踢了左后卫，跟山东一场比赛一样的变化。队里右后卫，两个中后卫是弗拉多、斯基亚维和李继斌，两个后腰应该是托兰佐跟王寿廷。中场前排进攻线是朱月林、菲拉斯啊，朱月林、莫雷诺和这个赵一林，顶在最前头的是菲拉斯。今朝高洪波是上海上港队的主教练，伊的对面呢也是个北京人。陈亚峰，泾渭德比，哎，泾渭沪派德比啊，泾渭沪派德比。今朝老孙是三场禁赛以后回到替补席，还是复出了，复出复出。哎呦，上场了，那包厢里向激动啊！嗯，就差那块玻璃敲碎掉了，还好块玻璃蛮厚的。阿拉看今朝上港还是没爆满啊，七个替补名单，现在爆了6个人，还是没爆满，蛮帅的，刚确定。没谁啊！申花德比，宋博旭、达迪、郑凯木、熊飞、
姜昆、严嵩和大牛在了替补席高头。今朝的主裁判是马宁。比赛开始，上海滩又看到了一场德比，第一回合申花是2-1了主场赢了。大家看下来，台北看到80,000人坐满的，但是这草皮是太差了。草皮草皮应该对不起搿场球，对吧？嗯，对不起上海大都市的这风范。搿观众已经对得起了，球迷介许多，80,000人多少年数没看到坐满了。对，今朝是一票难求啊。当然了，我觉着今朝90%以上还是来支持申花的。哎呦，搿只场地实在是太吓人了，搿场地好踢球啊，是。搿也是老长辰光没看到上海辣辣搿能介个球场高头踢球啊。是啊。今朝上港的首发是搿能介，门将是艾俊林，其他队员是4号王胜超、5号汪家杰、6号蔡伟康、7号吴磊、10号傅欢。搿我到第一趟听到搿名，小朋友，来数一数。14号伊比尼，18号孙凯，21号一般，25号阿多，36号麦克布林，2个澳大利亚人，加上一个加拿大人，一个西班牙。今朝伊拉上中外援。来，哎呦，这就违规了，防守挺违规。吴磊搿赛季已经进了12球了，排了助手榜的第三名。第一名是埃克森跟廿只，埃杜进了14只。上场比赛吴磊是已经30球。老子媳妇啊！一比零来直罚，开进来，哎呦，危险啊！麦克布林，这两个人呢，侪是比赛中期最后的辰光从澳大利亚引进，效果还可以啊。至少来讲，现在球队的成绩是排第七名，特别是麦克布林，对球队的攻击性还是有帮助，又高。脚下头还比较靠谱，对吧？有，速度我倒觉得不是老快，就一比二快啊。麦克布林快吗？36岁了，还可以，还可以啊。一个一记小的辰光蛮好，我觉着伊慢的辰光还有特别快。伊36岁还辣踢，侬为啥就介早就踢？我蛮打个电话问问巴蒂斯塔，巴蒂斯塔蛮问侬掏钞票，侬掏伊了？你问我掏钞票？哦，搿勿对，我还没问伊掏了。今朝这场比赛前头，哎呦，好球，好球！再向往里向打，这是赵云林。今朝这场比赛前头呢，阿拉徐根宝主席，对球队下达个命令是，在这场比赛中你们要玩命。噶讨厌，噶讨厌。不过呢，阿拉队里向有两个队员呢，就是讲用不着我指示，他们也玩命，啥的，地名口，主一两个，这赵云林主一对吧？侬不要我指，我也玩命。还有一个想玩不让上，哎，我看里，哦，哎，不干军，不干军，不干军替补，还有一个不干军做啥不干军呢？是因为了合同里向下清场，虹口好上，80,000人不好上啊，客场不好上，正好有球迷来问个问题，干嘛来回答一下？嗯。但是呢，搿只合同，搿只合同里向没有责任条款，就讲就算阿拉不干军上了。东亚俱乐部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责任条款嘛。对对对。啊，跟申花签合同，侬要先去清场。啊，不得干不得干，阿拉还是稍微有点信誉，刚刚讲好了嘛。哎，那么所以搿就信誉嘛。这说明申花大气。大俱乐部是肯定要大气的。你大气是大气嘛。刚好不上就不上。对，刚好不上就。虽然侬合同里向没责任条款，但是阿拉还是不。阿拉去踢个皮，没意思，没意思。万一比赛赢了，对吧？人家讲闲话，人家讲闲话。上半场开场搿些辰光，大家踢了侪相对蛮保守。还有球迷辣辣问搿草皮情况哪能会是搿能介呢？因为辣上个周末
正好东亚呢，正好上港在客场，所以那个场地高头呢办了只叫“青阳亚洲极限音乐节”。办只音乐节就一天辰光？哦，两天，那当时我老多摇滚歌星来，一唱唱八个钟头。噶不会就搭成搭成个样子，一只舞台就搭了球场高头，哦，晓得吧？搿有眼过分了。老早办演唱会呢，我记得搿台是搭了看台高。再讲八万人侬后头有个介大开阔一块地方，就有跑道的地方，侬为啥勿拿台搭辣埃面搭去？哎，侬偏要拿台搭辣草坪高头？啊，糟蹋了这些生命。对呀、啊。残酷啊！现在这草地一样。作孽吧！像这烂里，像这烂里头一样。嗯，哎，找个扬州师傅给他剃一剃，弄把剃头刀给他剃一剃。侬搿等了打江苏队踢辰光再讲。哎，我还可以吧，我哎，苏木化，当然，还可以。蛮溜的，还可以啊，可以。我到了弄堂里向、嗯，都是说这种话的了。侬法官，我讲了真的蛮好。现在因为大家侪住了搿好房子里头，听不懂。老早阿拉屋里只弄堂里向啥本地人啊，搿苏北人啊老多啊。查维康，那有句讲句，搿上港队里向上海人是蛮多。嗯。但是我不晓得伊拉长期生活辣辣崇明，搿只口音是不是也有眼变了？咦？出来侪是凤霞拉的。打反脱了，凤都。哦，凤都。凤都嘞。凤都霞拉。哎。哎，有球迷讲。这个是沙滩足球比赛吧？也可以这么说吧。上来个几分钟，大家也打得比较稳啊。哎呦，自家胸部顶球捞球顶出去。啊有眼紧张，就是要复活，有眼紧张，因为伊是新上来的队员嘛。第一趟看到八万人是满，有个队员会得紧张，会得紧张。哎呦，拼命的一个，拼命的，赵云林还拼命。今朝赵云林的跑动距离应该会得蛮大的。哎呦，拦着雨露，打好，再来，嗯，投得轻了。哎呦，这就应该小灯塔，一比零。没听清桑，伊比尼，伊比尼，就讲伊买得来老便宜。啊，伊叫伊比尼。搿两个澳大利亚外援名字呢，我勿大相信是徐根宝挑的外援，因为根宝同志伊一直老迷信的，要算啊，名字就要算啊。嗯。搿两个人的名字叫伊比尼，一个叫柏林啊。哦，柏林。叫麦克柏林。嗯。那哪能会得林呢？伊比尼嘛，就伊比尼，老便宜。伊年轻啊，伊年轻。年轻，今年看得出，看得出。伊的风格应该是蛮硬质的，澳大利亚人。哦哟，今朝是客，搿是客队的看台，客队加上眼座位球迷，坐了啪啪满哦，啊，王大庆，哎呦，水中啊！申花现在阿上来控制中场，戴林，韦人，亚索。开上去，这场地没影响穆雷诺打球的，我要跑眼，出了没跑了。今朝看到东亚上港搿搭边有几只位置变化啊，一个是右后卫李云秋，今朝因为皇马停赛没上，今朝还有只变化是李文俊好像没上，对吧？另外个要拼命啊！嗯，另外拼命个就要踢游击位，平定了了弗拉斯之后，对对对对对。哟，搿只插了好哦，随了慢着应该。随了慢了，搿只插了非常好，老坚决。朱云林，赵云林，今朝左右两臂就像两把尖刀呀，直接捅伊拉肋骨子哦，叉叉两把刀。那伊这后卫名字还蛮有劲，叫一般。哎，叫一般。哎，还有一个阿东。可能我不要了，谁知道给出来？阿杜多少岁了，是吧？一百个，一个是一三四十外援，一个三的名字老国赛，一个叫一百，一个叫伊比尼，一个叫柏林，奇怪了，吃
吃不消。啥想法？吃不消。阿拉球迷讲一讲，南汇话跟浦东话有区别个。浦东话是讲南汇话，像上海本地方言大概有得十几种，嗯，对吧？但那阿拉有辰光统一叫本地话就叫啥？叫文帮。五雷王平打破了，大门韦旭往那里头就扑出来，这一局一比零，最有威胁的还是五球王，对吧？哦，人家讲了，不，专业的苏宁的球迷出来了。晓得为啥体更高欢喜吴磊吧？因为伊只名字帮上海话搓麻将辰光吴磊哦，哎，吴磊啊，名字哦，对，一岁进球加多是吧？这个想象丰富，对吧？但是球迷，搿只脑筋动得可以。轻一声吴磊，八大金着球，吴磊始终了金着，始终了五。以后没一个人姓听叫听障，给再姓吴听障，听障，哎呦，你讨厌，从来不听障呀。那徐指导不容易的，肯定不容易的，一辈子不听障啊。因为徐指导有辰光不用生死这个道理，生死生活要死嘛，一就在那生死请个替补一个，生死得一横了不得了，主张了踢球难得算名字了，踢球没看视频的呀。是啊，哎，侬这名字还没听，侬还好当中没加只疯字，还比神风亮。侬寻后事了啦。哎呀，球迷一直在问个。东亚的一个十一号是啥呢？十一号叫傅欢嘛，九三年，应该也是全运队的队员。搿赛季就打了一场比赛，就是3-2客场赢天津搿场比赛，就上了，踢得比较好，所以跟包技术容易。上高头控制球权，今朝倒是收获的。阿拉没想到，甚至辣辣虹口踢的辰光，上半场申花也没介有优势。注意，二头球转了好，莫雷诺，好球，这俩传进来，阿维再有再打破，今朝踢了蛮嗨。可惜莫雷诺游击不大好。这一比一是有身体，这比你蛮硬实的，身体也不错啊。哎呦，这就又来了，应该转过来，机会打，哎呦，危险啊！又是五雷，两次机会才出来一脚下头，危险！啊，五雷出场是。老坚决，但是呢，搿只球，王春超传的辰光跳了几块，球蹦蹦跳跳过来，勿大好控制。两次机会咱们把握牢了。莫雷诺脚下头还是要轻伤。
今朝李文俊是因为受伤不好上，李云秋是四张王牌顶子，这两只位置对上港来讲还是蛮关键，一个右后卫，一个德鲁巴，一个是崇明，崇明德鲁巴，崇明德鲁巴，再讲了标准，崇明德鲁巴，你要在北京在北头里向出来，哎，那你领得动的，没讲究，我看出来了。本来讲朱月林也有个规避条款，但是看来是没，是没。合同里向呢，伊自由身来呀，搿勿可能有得规避条款。有种新闻瞎写不写，侪勿动脑筋的。先一看白家军是有规避，没写搿也有，再写出来再讲嘛。人家是个人家自由身来。所以讲主动权了了申花的，申花攻势看起来好像比上港要好眼，但是上港机会出了多，对，机会两只是两只老漂亮的射门，一脚远射，一脚禁区里向的推射，侪是无赖啊，但是侪没误他，还好，侪没误他，侪没误他。后来那接上，哎呦，对面个接也不对啊，也不对。大家今朝话看下来，场地不好，蛮影响穆雷诺发挥。呀，蛮好，搿场比赛前头带伊到海南岛去练练沙滩足球。嗯。哎呦！这门出来没？哎，没人啊，没人跟呐。什么又是眼军雷？上海搿三支队的守门员侪是顶级守门员，还侪老年轻，还侪老年轻。王大雷、刘殿座、艾俊林，侪非常好。艾林，这手，哎呦，手得太重了。像赛季几个东亚过来的才比较憋了一口气。嗯，我觉着有桩事体老可惜，叫现在刚刚开个玩笑讲，阿拉老板没报名，为啥侬晓得伐？搿场球就阿拉老板报名了，就基本上好赢过来了。为啥？伊踢后腰，伊用勿着踢球。对过啥人踢球？哎哎，我明年来侬买回来。我帮侬带只女婿，侬勿要走呀！伊抢到肯定啊，啥的啊？就不抢出来，阿我来这个带呀，侬勿要走，我带。开只玩笑，有点情况可能。有老多球迷啊，不是老晓得。你讲，孩子大了难管。嗯，对。特别侬讲邵云霆啊、白家军啊、朱月林啊，搿搿眼队员，随着年纪增大，有自家想法。东个球队蛮好，伊拉为啥体来什勿就一定要从崇明出来呢？对伐？因为搿管理高头是有问题的。我讲啊，阿拉徐指导勿开心。为啥勿开心？我勿讲啊。侬勿讲，我讲。你哪讲话呢？勿是讲徐指导。勿是话，那个讲。讲真哎，讲老实，这社会要发展，对吧？搿也是人性。不过呢，我讲句实事求是，搿两个礼拜放一趟假，人要变神经病。真的呀，啊，搿辣个崇明高高头啥物事也没，出去一片黑，哎，天天只好吃两只乌椒虾。重庆公园，重庆森林公园兜两圈，半夜里九点钟侬真勿敢进去。到底森林里向应该啥物事出来？带侬一口对吧？非常踢了廿分钟，好像阿拉个，我觉着申花两个边没打开，反而对手的两个边倒打了蛮起劲。我
觉着今朝一场球和上趟子一场球好像有眼相反。因为上头一场球呢，阿拉两边的赢是，阿拉两只边打老开，对手呢反而打阿拉西打阿拉中路，两个边没理。今朝个开场廿分钟呢，好像反过来了，阿拉来打打，阿拉来打打中，上港两个边穷打，打了蛮坚决的那个，还创造出蛮多机会，那又来打中。球犯规了啊！这不要不把持。哎，镜头没拨，没拨。这手往台台里摸了一摸，哈哈。上一点用眼神杀了一记，侬注意眼啊！啊，付辉，小朋友，九三年小朋友，侬注意眼啊！比小四岁，小四岁了。上一点的眼神里侬注意眼啊！我来没得辰光，侬哪里的？有只八分钟了，快跳过了对吧？咖啡啥事？啊，位置也没了。到现在都进来一只球，紧张。看到，那边了。哎，你这个不都保球起来？有啊，顶好，哎，为啥不挡了？好像可以直接挡。哎，可以直接挡了。毕老师，可能没想到对过是漏掉了。嗯。这球带领做得好。没想到现在带一撩，这个右边路撩两脚还挺准。哎呀，可惜吧！哎呀，当心飞球，当心飞球！雷老九，速度当心，有了！哎呦，不有了，当心，当心！哎呦，好球往上去，不丢！往上去哈了一大跳，这球到你作为老队员来讲，搿只处理也蛮危险。蛮难处理，搿种。蛮难处理，伊弄个好像乌龙球啊！搿只就有位了，这是刚进去有位。我过来的就是有位啊！哎，镜头也拍得蛮清爽。不丢。伊拉对方有两只高地啊，这八零，这丁丁狼。八零是澳大利亚上个赛季最佳射手，进了19只球，吓人啊！虽然36岁了，但是这枪头可以啊。1-2，今朝定位就到侪是伊了，起点。哎，好，那是个普瓦茨，有飞球了。兰州八刀，那你要打？哟，嗯，打了多了，这个比没你上来接应伊。所以说，今朝了两个比没利用了。嗯，还有可能，好球，还有可能高踢左边的个王长青不是老习惯，大概还有关系。那包括是他朱一林哦，踢边球会不会得踢？我赵一林踢边浪也不是完全就是讲踢了老熟悉。赵一林踢当中，对对对，伊踢当中穿插边浪向，伊可以。我一直叫伊立了边浪向，伊可能稍微要欠缺个。阿拉通过中场过于简单。啊，搿只边草皮就老好，侬晓得为啥体伐？因为舞台是搭了一米头。来了两个美国摇滚明星，我也叫不出啥名字。哎呀，帮摇滚的发烧友，真的80000人的草皮高头唱唱跳跳，啊，蹦蹦跳跳，两天16个钟头，终于拿草地糟蹋掉了。他们终于把绿洲变成了沙漠。他们成功了。刚拼是拼了蛮凶，又是1-2，这就没说太慢。哎呀，又是当飞路。搿搭比王胜超那一摆到主前卫的位置高头来以后呢，伊个出场，伊个助攻，伊个传中开始发挥威力啊！今朝是申凯打到左边后卫，王胜超打到左边前卫，两个后腰没比啊，是汪大杰和查韦康。
张飞穿针，哪不是你玩的活啊？张飞穿针啊，没有那个金刚钻。再不有的，今早上刚好要打两个边路，打了非常齐全。这边有两个边位啊，继续出场，两个边机位。哎呦，好球！一比零。球门好，上帝吧！哎，这这外边做啥？上帝吧，好对大家是公平的。哦，进去了。胖胖舞蹈蛮结棍的，当心，当心！哦呦，打了他准。上港现在进攻是越来越猛。有威胁的时候，我们全部来上港这边。要客场嘛，啊正常。生活稳眼，我节奏稳过来。上港今朝高位逼抢啊，啊！那生活半场就开始抢，伊拉是生活还是比较稳，哎呦，啥意思？我来阿根廷踢不大快的，哎，这上帝才是不？包括哥伦比亚国家也踢不大，这上帝我本来跳，你叫两个巴西人来踢踢倒无所谓。巴西人估计也不一定踢得过。巴西人踢得过，巴西人跟阿拉在木头高头踢，在沙滩高头踢，巴拉还在随便踢。哦，随便踢。在木头高头也好踢，是吧？哎呀，这就越南嘛，接啥呢？朱伟林。哎呦！速度是人家有优势，来搿记亚索拼倒，来被追中，好球！我就身体两家头侪差勿多，不相中搏。搿只球还是蛮危险的，被内切倒进来了。踢山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搿只位置高头呢，对方一直是有的突破成功率。一场比赛也是因为国家队老踢，对，是吧？王长青踢的这个位置，所以接别过来踢是，对后卫来讲是不大适合。不是每个人侪是马尔蒂尼。嗯。搿只入门，搿只入门，这样搿只入门到微信里向去打游戏啊。问题也不大，我觉着也不大，因为目的达到了，不把那反击。虽然是高洪波来了场边，但是呢，东亚上港队真正的指挥是东宝老师，是吧？是的。侬晓得，侬晓得为啥体上港了了客场好六比一赢申鑫？我晓得啊，晓得有故事啊。因为一场比赛跟宝没去。哦。以上指挥不是，是高洪波指挥。哦。所以赢了。哎，客场为啥的上港成绩要比主场好呢？就是因为邵云林，哟，这打破了，一条路，再来，哎呦，那蛮好，小高度了，哎呦，搿条线走了蛮长，好球，阿伟摸了一摸，球顶好，打门，哇，第一脚，生活第一脚有威胁的打门，就打成门框，非常有威胁，就打得太准了，笑，好球，出界，哎呦。这传球难度还是非常大。哎，好啊，申花一连过打门，朱云林，这一传申花打来还可以，啊，有威胁，有点压迫性。但是他没接中路了，他没接中路。今朝是他两只臂没利用，今朝中路打了比较多。又出来，阿道顶出来没顶住，申花做出两次进攻，对吧？这是邵云林和朱云林有默契。两年到底一直在那踢，从小在那踢，搿只球没打出角度，对，打得太准了。
雷诺是的确不适应搿只场地。嗯。相反，非常多的中国人还是蛮适应。都普惯了。嗯，都普惯了。像阿拉小辰光踢美足的。踢什么踢啊？美足的。美足的当中还有两棵草。就搿只球过来了，本来顶了老好，又啪跳变成胸部顶球了。搿不是有一棵草，搿是有的一撮草。那好，一撮草。是是。俺老师门听过的啊，师门听过的菜球，嗯。我了现在学堂里向侪不允许，对，这属于绝对危险动作啊！嗯，无法想象，现在的小朋友应该讲是无法想象，啥个师门听过的练菜球，师门有了师门听过的鬼语，为什么家长各自明早要寻老师拼命啊？打吧，啊！你翅膀都吹上了，对吧？肯定啊。那到了这个，莫雷诺就开心了，场地好眼。但是下半场起来了，下半场一调到并不比这场地就没搿搭比较好了。王守廷，哎，快点，那就把他不要去组织啊！哟，还要帮王守廷，这个不是他的活吧？哟，这接老轻松。可以呀、啊，王守廷，回过来，再一只位置，哎呦，搿记讨厌，搿记勿是伊伤我了啊！勿要紧，哎，一个必须的，还是非常好完成了任务。嗯。小朋友叫小朋友，搿就人家已经组织已经老难过了，还去踩脱人家。老队员就辣等侬踩了，我哪能办搿只传中？肯定门后头组织踢勿来。这是干嘛球还是搿什么？干嘛球？再来，莫雷诺。哎呦，难怪！哎呦，搿只打飞出来了。莫雷诺打老清爽，侬接上打都，接上打，接上打都。那打下油路谁？不吹龙吹啥人？那打下油路谁？对呀，过去了。哦嘛，最边西藏路谁？啊，啥路谁？西藏路谁的？长春路谁的？油路谁的？应该堵着吧？够宽，啊够宽啊！长春路谁的？西藏路谁的？侪比。位置相当不错的定位球，我来看叫，从后头拿来配合，帕多，又贴起来，机会，哎呦，我过，哎呦，哎呀，帮助，把我们绑上，我这就直接冲了门去，直接没人看到啊，没人绑上，是，这阵型就发得非常好，嗯，帕多是越贴越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帕多的球皮也蛮老的，啊，也是三十几岁。打不上，踢了将近35分钟，比分0-0。起哟，自噶来了！哎呦，还冲！哎呦，还有啊！还想打，还能往里向走！哎呦，这太多了！狼冲啊！狼冲！对莫雷诺呢，有辰光搿脑子一上头一发热，搿踢法就勿对，搿多配合，搿俩人，搿俩人拼了几次。
啊，带领犯规，要带领犯规是为了前头已经受伤了，侬为啥不吃顶啊？那边的大家在受伤。在搿只位置犯规还是勿大适当，我觉着。虽然对手好像有眼勿应该哦。啊，再看看这定位球，这定位球罚得真好，往门的方向去。啊，弗拉高，弗拉高高，李继斌没跟上，哎，包了再坚决哎，这球就罚了。是啊，包了再坚决。再看，穆雷诺自家突破，技术是好啊，嗯、啊能力是有的、啊，但是我不觉得搿能介踢是明智的踢法，是聪明的踢法。伊拉只一比零蛮要踢的嘛，定位就侪伊来踢。嗯，踢法蛮好了。啊，上港就禁区里头死，根本就准备直接打了嘛。有可能要打了、啊。是谁？哎呦，有危这就犯规吧，一比零。裁判没吹就不犯规，这哪能办呢？裁判名字啊起了蛮好，骂人。骂人啊叫骂人。骂人啊不是毒人骂人啊吗？骂人啊。骂人啊，上海话叫骂人。看看其他比赛情况哪能？那今朝天津搿场比赛蛮有讲究的。天津是搞啥呢？天津搞武汉现在是零比零。山东帮杭州上半场也是零比零。有杭州顶了蛮牢嘛。嗯。搿场比赛也是零比零。今朝中超哪能？就上半场侪零比零。侪平了。平了，踢下半场怎么？英超阿森纳倒进球了嘛？这抢眼纪录进球。阿森纳又先进球了，哎，十四分钟进球。哦，搿搭边路又被打开了，但传中质量太差。还好又传到第四根去，还把他打着反击，回来，一路打过中场。再想传过来，搿太明显了，搿只球传的路线。刚才就王上清哪能介便当让人家传中？啊，搿山东也是搿能介，太便当了搿。踢惯右路的人，踢惯右脚的人，一记头到左边呢，有个平球。事关朝西房间，或者朝东房间。我就觉得太阳出来太早，哎，啊，那个太阳啊，是呀，自个朝东房间，再是到朝西房间，觉得哪能西出太阳噶久，到下半日了好好的，对吧？所以调一边呢是不一样，是，搿只比方一打，大家听得懂，听懂，左右两边踢法是不一样，难怪。那么后来再背着五八跌掉，嗯，啊。拿上老虹口带领劈了哟，这鱼国球带领劈了一场红吧，我可不是劈，是一保护，一保护动作刚不像呀，对不对？人家心里已经老难过了，
你不要讲人家是澄清，得了便宜慢慢挂不可以，是吧？我跟你老实实就是，是得了便宜一定要买挂，得了便宜哪能好不买挂呢？我买挂以后就更加难过。你啊，懂啥意思？叫 double 难过 ，double 难。搿烂物事是不是转折哦？不是。啊，看趴到定位球，趴到现在定位球的感觉是越来越好了。好球！哎呀，这就不是好球，这就太飘了，太飘了，打得高上了。哎，不是哪卡转入吗？这守门员拿打阿迪达斯手套了。哎呦，这是转了介准啊！侬多少要帮阿迪达斯做广告？不是我刚带过守门员，应该不钞票，哪卡转入的？哪卡转入的？侬看介许多队员穿阿迪达斯鞋子，哪不讲？跟侬现在帮阿迪达斯更加来做广告了。那么不要讲阿迪达斯了，来再讲的。非常还有最后几分钟，上港了控制。哎呦，危险了！打！哎呦，这水平太高了，这水平实在太高，还有一挂草皮吧，啊，挂几板。但是这配合打的是漂亮，是吧？那、啊、就是搿只身后，所以王上新搿个是问题啊。对，搿只容易搿个打进来。打了要叫一叫，王清要叫一叫。你踢惯右边的人呢，伊辣搿搭边感觉是蛮怪的。伊转身的搿个位置啊、角度啊、幅度啊，侪有得讲究，侪掉脱了。本来是伸惯右脚的人，都要伸左脚了。啊、嗯，所以搿是勿晓得。一撩，哎呦呦，这下撩得太高了。明朝发橄榄球服装拨伊了，口袋高头拨撩下来两个。机会高头来讲是上港多赢，申花就一趟打中九门外围。刚刚接触我们倒是体现出来伊便宜了，是我想伊是蛮便宜。没挡着，哦。
搿只就危险啊！正好辣辣两个防守等于当中王胜超出现了。上半场搿辰光最危险了，啊，最容易失误。搿边牢，哎，莫名其妙侪勿跑了，哎，突然之间打开了电话嘞，哦，搿电话，搿电话，搿电话，搿要当心上帝，啥嘛，一带带到其他地方去，伸开射门，上半场还有半分钟，申花应该不接，费拉斯。好球！你传起来到当中，哎呦！进攻头头兵力不够啊，后头没人跟上，后排没人插上来了。是跑不动啊！因为跑动距离明显啊，明显缩短，范围明显变小了。对手的传接好像体现出来了啊，传接高头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好，裁判骂人，骂，一骂骂人，上半场骂骂到比赛输掉了。上半场零比零，其他比赛也侪零比零。天津，阿森纳两比零嘛。好，阿拉回到演播室啊。阿拉等歇会得有的抽奖，那么阿拉导播准备一下。瑞士眼科的抽奖，阿拉先请陈指导，拿伊个小抄，拿伊个小抄跟阿拉讲讲。小抄，一两三四五六七。嗯，确定，对对对。阿拉导播那个衣裳身拉脱伊，啊，现在，对，吵嘞。上港打四两三一，阿拉打四两三一。照道理呢，我觉着应该对得牢，但是中场好像对牢个情况不是老理想。嗯。阿拉个进攻个呢，第一就是阿拉个申花进攻个两边没利用，就是边路传中有个，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两趟。有两趟啊，对，有两趟。有两趟，有一趟带领了45度高传中，啊，对，还是老有危险。还有就是比赛结束前头飞了40传中，啊，对吧？另外呢，就是武磊活动范围比较大，嗯，左边当中右边相对少点，尾气节出前头要对伊的盯防要需要加强。伊是前场自由人，伊是前腰，对，比较是比较难，但是需要就是讲伊在啥位置嘛，临近的人要离近点，对吧？第二、第三呢，阿拉后腰有辰光位置没力了。那个啪一打身后就面对阿拉中卫了，搿是我觉着需要稍微改进一下地方。啊，后来呢就是上港，伊两边今朝打了非常坚决，是吧？特别是14号辣辣右路的突破，1-2，1-2，伊还好1-2，还好1-2，要举个过去大概五十天了要，是吧？你看进攻中呢，阿拉个进攻中通过中场稍微简单了一点，勿是自家打上去。就是一只长传直接到前头，稍微简单了，可能跟场地不好也有关系，大家就有可能大家是接到了这命令，可能就对教练要求，讲打不简单，场地搿能介了，场地到也打不简单，对对对。但是呢，上港通过中场还是蛮耐心的，是吧？随后呢，我觉着阿拉做了好的地方呢，要延续下去，防守和进攻阿拉两点的拼抢，再次进攻的搿点做了老好，所以阿拉形成了好，那叫连续的进攻，是吧？最后一点呢，我觉着要注意对手。两个边路打到边路，注意那个内切射门，传中一定要当心。内切有啊，看到好几个打门啊、传中啊，才形成威胁。最近的最比赛结束前头还有脚没打着，好像是王胜超的吧？是王胜超还是武磊？啊，插到当中，就正好了了戴林高个飞了那个弗拉高当中。对对对，一个脚就没打好，打好了了，搁这位置就非常难讲了。所以搿几点我觉着。下半场可以适当的稍微改进。对，甚至了讲了缺点是有关于足球的，对吧？搿无关于足球的了呢，搿搭球迷有得老多闲话，阿拉要稍微传达一下。咾球迷讲，阿拉想晓得现场寻到八万青了吧？老多球迷讲，你们现场找到白阿姨了吗？现场肯定人家辣寻，对吧？肯定辣寻。估计白阿姨不晓得去了吧？今朝还没还去啦？啊，旁边阿拉有一位超级球迷低头。八姨去了，八姨不是哪，不是侬亲阿姨吧？八姨不是，八姨肯定去了，对吧？那八姨搿么打老球迷们喊啥物事呢？好，今朝没听到啥。没，搿今朝现场人太多了。哦。就吕文军阿姨声音也出勿来，不要讲八姨了。估计今朝吕文军没上去。没上去，可能声音会得相对轻。没，今朝也是因为这场地实在是对人太多了，就大概有得四，大概有个毛40万人到现场去看。对对。我看
出票率的情况大概四万多个人，四万多个人，搿那语文就让阿姨的声音肯定是、嗯、肯定给肯定淹脱了，嗯啊，再不要讲把阿姨，把阿姨叫了再响，对吧？也没用，把阿姨一句闲话侬晓得吧？经典一句闲话，嗯，侬哪勿看闲话？勿大看，对个，哪里句？房产部、户口部。啊，老举不离手，离手不老举。哦，对，把阿姨讲了最多句话，那伊拉反正也讲不出。好，大家继续请把阿姨啊，但是形式呢，不要讲侬是龌龊的，搿不大好。对，形式呢，打个招呼。嗯。叫阿姨当心眼喉咙，注意眼喉咙。对。帮伊送眼保心丸啊。天热注意身体。哎，帮伊送眼搿个。是是是。养心丸啊，侪蛮好，因为对老人要尊重。对对对。对吧？还有球迷讲，讲哪有啥资格调侃徐根宝？调侃，我们没有调侃。根宝，对吧？这个对上海足球、中国足球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我们没有调侃他，我们只是说有些做法可以调整。对，我们希望他能够调整，对吧？孩子大了，不能以小朋友的方式来管理，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没有说错吧？啊，你要把你的足球教育和正规的教育去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让孩子们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这样他们的球技也可以成长，心理也可以成长，让他们这个人做得更加健康、更加完整，对吧？都是成年人了，我们说这个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调侃他，我们说得非常正经，啊，我们给根宝他的这个足球教育和崇明基地的这个走向未来提出了一点可调整的空间。就我们这个建议，虽然我年纪轻，对吧？虽然我没有根宝那么懂足球，我也没有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但是你不能说我们说的东西都是在调侃根宝，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在提建议，这个是有利发展的，啊，一切基于有利发展的话都是要鼓励的，对，好吧？那我也希望P8上面的球迷能够讲出你们的道理，你们来讲为什么我说的是不对的，那教育孩子是不是就是应该关在一个地方教育的，应该两个礼拜放他们回去一次的，啊，让他们的身心没有健康的成长空间，啊，是不是应该这样？那你们说你们的道理，你们觉得是对的，那你们讲，好吧？好，P8上面希望大家继续来互动，那我们抽奖。导播准备好了吧？这个奖品啊，来，这个是瑞士眼科，这个是几等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位，十位是数码的一个东西啊，是幸运观众了、啊。价值360元的近视眼术前免费检查名额，我老读错的。好，C 等奖，看到吧？个瑞士眼科精美的遮阳伞。两等奖，两位，有一个 iCloud 精美的礼品，模拟远眺视力锻炼表，两位，啊，一等奖阿拉到比赛结束再抽。好，大家现在休息一下，休息的辰光做啥呢？做眼啥事体呢？啊，大家吐吐槽吧。还是老多人来吐槽是场地的问题，场地问题，上海的场地哪能好搿能介？搿我基层次的形象侪不普。我前头看80000人，场地介好，外头介好，广告牌介好，这场地实在是，对吧？看不下去啊！哎，调解矛盾寻80000，踢球不要到80000人。啊啊，那是够啊！好好休息下啊，阿丁回来。沮丧的时候不能捂脸。我雷诺好像头球进了蛮多，才头球啊！那结果都其实刚好到，好像没进球。伊进了5个球里向，有的三只是多啊，有的三只是多。当北京，当北京搿只球也应该算头球，也应该算头球。伊头球里头拨出来有一只弧度，对对对，对三只半头球啊。踢上港是多，嗯。青岛这个，青岛的，上港不是青岛的，还有啥的？哎，这个侪是头。啊，没两只半，两只半。一贴身形进来，一高一快，哎，飞拉斯是高，莫雷诺是快。哎，那还高。你老幽默。哎呦，我今天看到有小姑娘买香的，但是没穿生活衣裳。来帮伊聊聊，叫伊改穿身。下半场开始，上半场呢，阿拉前头中场休息辰光听过陈指导搿切点，对伐？对申花的评价。不过下半场几个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脱？实际上特别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啥问题？申花的左后卫是个缺，对，这缺口蛮大的。不
家俊那天应该讲是印象比较深。哎呦，我的天！这要不成走？听到一比二老远。嗯，走右路那个，走边上走了蛮几脚。那个一脚下头是有眼么子，踢了蛮脑棒啊就是。还是在那打一头，上港今朝战术也老对头的，我就打侬搿头边。哎，好像亚索受伤了嘛？有，亚索有眼小病，而且好像是右侧肌，问题勿是老大。哎，不灵。啊，勿紧。啊，行，接着踢。嗯，因为当时，哎，手球，啊，这就手球了，李继斌手球，后来对方是顶回球。这就拿我的手球了，哎。这位置。这位置蛮吓人啊！嗯，还好崇明打鲁巴了，打鲁巴不了该啊！崇明打鲁巴了该是有得接任意球的，那还有得接国球了，哎，接国球！一只踢前锋的人去发国球，我啊碰着蛮少的。你打鲁巴一直是发国球，啊，打鲁巴发国球。打鲁巴任意球国球来抢戏，侬说明侬不够英超啊！我跟我教育侬。在德鲁巴，德鲁巴最后这就拜仁那个被扳了，这是头球。头球，那伊拉切尔西一直是罚国球跟谁？伊拉切尔西，伊正好讲伊是去罚的，罚国球对吧？剩余就罚了蛮多。剩余就国，没国球也罚，国球也罚就罚了相对少的。那么为啥叫伊崇明德鲁巴？啊，就是因为做的生活跟德鲁巴老像啊。看下来。也有接法的啊！大家现在场地不好情况，我的定位就是要灵活。啊呀，直接就晓得，你看到八一的大哥，行八一，啊行八一的，小苏北，啊，甚至都应该并不牢了，要上去喝两瓶。阿拉搞的啥么子了？球迷蛮有劲啊！球迷讲，今朝场高头有不少上港的球迷是加班，要发加班。嗯，哎呦，国球，这球没做好，还好对手上切了蛮快的。小苏北，还有一个球迷，苏伯伦，苏伯伦。苏泊人，你们不要看不起苏泊人，上海的服务业都是由苏泊人打造起来，对，没有苏泊人就没有服务业。好，曹云霖起来有了倒球，哎呦没顶到里头，球传了飞了，我当进去了啊，又是莫雷诺，又是莫雷诺，莫雷诺这倒球刚刚走来了那个，嗯，哎，进了才是倒球，才是倒球，哎，以前都进了才倒球，因为有高度。哦，不是一定。前头啥人？前头啥人撑着去？哎，搿只球员勿撑着越来越头高了。又往后停，好球。拼出来的，哎呦，这拼出来了，哎个球输了不呢？球输了，一脚，不是输一脚，是少一脚。
非常投了五分多钟。还有这球可以生活和体能啊，哎，是不是有个上半场快结束的辰光，就好像大家拖了开了，拖了开了，是不是？还是诚心保留，把到下半场发力的吧。有球迷来了问宋博旭啥情况？宋博旭今朝了替补席高头，应该讲从受伤的情况来看呢，已经没啥老重的伤病，上是可以上。查韦康对菲拉斯犯规。上港的球员才是好球员啊，真的是好球员。这批球员应该讲是阿拉中国足球有希望，因为搿只年龄段。确实踢球的人少了，踢了好的人也真的少了。巴刀，球要早点出去啊！但是搿帮球员是误了重名倒是，对，是误勿出。外头个世界还是要被人家稍微看。踢了好，侬就有的权利去拿高薪，有的权利去拿高工资。队长又来了。第三，外围再传一记，打完，哦，投进了！撑到老雷，撑到老雷，老雷呢？搿勿是机会啊！搿只球，机会是啊，绝对个人能力，绝对个人能力，需要莫雷诺，大家怕那一球，勿许他一个，勿许他一个，哎，勿大家那一球，就像打橄榄球一样，大家那一球，勿许他一个。1-0，申花队客场领先。哎，我看啥人手高头拿了只黑颜色的，拿了只墨子啊，要嘛？哎呦，搿只角度打了十四哦，十四只角度啊！叶俊林是没想到，因为伊面前侪是腿，侪是脚，对，侪是脚，守门员是肯定反应嘛。搿就是个人能力，搿没办法的，搿是个人能力。侬看下只拍，就传了勿好，伊拿了也勿是最好。晃开又打了五个人，辣伊面前的情况下头，搿只打门。老勇敢的，只好搿能介讲，坚决、勇敢、自信。我好像一记裆门穿了两只裆门。对，他喜欢穿裆嘛，这下穿个爽，穿两个小门进个大门。勤劳，那也勤劳。啊，那也勤劳，那也勤劳。王太医生，王太医生，王太医生啊！因为伊三场王八了，搿比赛再踢几场，我要当武会王长了。那再进这球，允许侬踢，我当休息，好吧？啊，好，好。踢踢踢，裤子一大道踢。上场比赛不是把冠军拉一裤子没拉下来吗？1-0，申花客场领先。运道是好啊！哎呦，危险！哎，王大来，别举手，继续踢。啊，要顶牢对方的搿一小段辰光反扑啊！哎呦，后腰又没有了，后腰快点顶上来！来，1-1，要打带领。哎呦，搿就危险，危险，危险！搿只球穿裆穿了13厘米，哦，真是！好像穿了两只裆。哎，侬搿么穿好以后，侬下趟再也勿要穿裆了。帮我侬帮我侬讲啥？搿只球已经穿到顶级穿裆，搿叫顶级穿裆。是。侬穿的勿是裆，侬已经穿龙裆了。前门后门侪帮侬穿脱了，穿清爽。危险！今朝伊拉国球的质量，少脱崇明德鲁巴以后，这国球质量蛮差。哎，因为是便宜货开的。便宜货，伊便宜，伊便宜呢。今朝打了两脚门，我现在打了离门蛮远。这个人能力，没办法，身价就是身价，我1000万美金的身价了。第六只进球，申花搿赛季进球最多的是打底8只，菲拉斯7只，莫雷诺6只，侪外援。哎呦，好球带领！哎，快点快点，回头防守，要去跟裁判计较，那小事体，那小事体侪勿是事体。哎，阿拉拿延长绳再推了高眼，好伐，导播？哎，阿拉要听听。来自客场的
申花球迷的歌声。阿东，你出来啊！到底出来？就来，再不怕到，怕到把他，把他就来接，把他就来接，这腿就踢到路子高头。哇！这犯规，身为犯规。八零，八零，这下八零啊！一张网吧。这动作是蛮好的。你叫什么？伊拉么叫什么？听不着。侬翻译一下好吧。我觉着德比呢，哎，我觉着德比最好不像李刘刚，你可以用上海话来实施你想要、想要表达的意思。对对对对。不光是不光是讲啥人好，或者讲啥人不好，就骂啥人，侪会上海话。大家有辰光老苦恼的骂裁判，为啥体要用国语来骂？是因为用上海话骂裁判之路，后头大家晓得了，搿骂了嘛容易听不懂，听不懂，没压力个，对吧？还有个球迷讲，申花就像只热水器，要开脱些才，开脱些，慢热，要等于水循环了以后。热水就来了。一开始侬摸摸龙头里向呢，出来的是冷水，它就是温水，再搁头些烫水，啪，那侬烫起。好，后场不要多打，大家是防守停了打，搿就勿对。好，打门搿勿得讲。朱一林全速回来，阻挠了伊个射门。拼啊！拼啊！今朝侬勿要动于我。要调老江坤，江坤今朝上去要给伊只 KPI， 要叫进只球，上场比赛该进个嘛进，对吧？嗯。哦，有球迷翻译好了，大家可以批吧，一个叫方宁雷 @hotmail.com 搿只 ID 的球迷，伊今天刚刚场子高头搿申花球迷喊个闲话翻译好，我就勿讲出来。哎。哟，当心来，啊、好球！来，王若婷，王若婷是做个工作，对个、啊。我来一捞球，侬全速上去扑啊！啊，不一定要侬断下来，侬扑啊扑，不要让伊杀杀伊捞，搿就对了。好，看看搿只镜头。哎呦，是两只档，两只档呀！啊，又是两只档，真的是两只档呀！起了好一点，都是好一点吧。好一点，俺们猜伊了啊！观众就是不猜，哎呦好球！哎呦，哎呦！哎呦，你做啥了，朱磊？你当时裁判吃手球，再来一脚！哎呀，朱磊那个就好扎进大门。哎，你以为裁判举了？裁判讲我没举啊！你眼眼算啥事体眼呢？对吧？你搿脚又好使，十二直接打门进了。哎，太能啊！朱月林还是比赛踢了少，伊太能。啊，朱月林去了，姚江坤。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讲的是武汉话。哦，今朝朱正荣也是打替补，朱正荣还是替补。现在要调进攻的上来了，没办法，起。
基本上是拿伊扳上两三了。哟，基菲拉斯稍许有眼蹬脱动作。要讲伊犯规，确实是故意判犯规。十一号副官，没事没事啊，悄悄马上来了。王新超讲没事。九三年的小朋友，现在开始踢中超，也不容易啊。对。搿只右后卫踢了还是可以啊，并不差。调副官啊，是跑脱了，是内调脱了，调脱右后卫，你朱正荣顶上来了。那么啥人去踢右后卫？对不对？这个上港的列位哪里来？孙凯左后卫肯定不会比啊。难道叫王胜超去踢右后卫？朱正荣上来肯定不会踢右后卫。又想穿裆，赶紧穿了过去。现在不好穿了，我刚刚穿已经老天啊，不能穿了两只了，那个球进去了，啊，穿到顶了，不要再穿了，不要再穿，求求侬啊，像那干嘛？我好久，又接又入，真的踢上头了，打了非常狼，非常毒球，嗯，打这门框真的非常难扛，这叫狼击啊，嗯。赵鑫，哎，到禁区里向了，因为自家又出来了，左脚入门，赵鑫，哎呦，哦，没错，被人保护了的，我吓一跳，有李继斌保护，哎，好一比你，是比你，是比你啊，哎，有犯规，这回吃了点零犯规，哎呦，这副官，费拉斯蹲了就蹲了蛮凶嘛。这就可叫，好像没啥帮意。哪个地方调人？报调报，是报调年报。啊，报调年报，不好意思。调第二年，因为你体能下降了蛮久。今朝赵云霆没完成一任务，嗯，像个金牛啊！就算侬球不进，侬这个飞人家去，今朝把飞的，啊，侬踢球呀，侬那长相打侬老飞人家，那要么呢球飞进去，我倒觉得可以理解。你踢进来，哎呦，可能你危险！哇，哎呦，这就是可能是朝门里去啊！后卫好像碰上去，嗯。这就不了，质量是蛮高。嗯，搿只就勿了。曹伟康，好后头啥人在结构上去？好像是戴林，勿是戴林，是戴林啊。大腿撑了去，搿只就大腿勿撑是直接往门里去了，往那里是没办法的。搿定位就开始质量上来了。那叫质量？搿只没质，搿只没质。搿国球好像勿大适合伊子。哎呀，一个球迷讲，还有没有点足球道德？受伤了也不停下来，搿有没规定讲受伤了一定要停下来，对吧？双方一般情况呢是应该停下，但是呢上次高头辰光上头了呢，不停下来也正常。再讲个第二，第二就是讲，不再讲侬你赛前你不是说你玩命的吗？对啊对啊，对吧？第二我跟讲第二上半场，阿拉有人受伤，也没停，对吧？搿场子高头个队员肯定也记得老清楚，侬勿停我勿停，公平。本场帮侬，老张帮侬翻出来，其他我觉得，其他我觉得搿勿算啥事体。搿莫雷诺是四场德比上几乎上上去，第一场伊没踢，嗯，帮孙兴第一场伊没踢。后头三场上上进去，哎，山东鲁能也比人领先杭州。
恐怖发脾气了，发飙了。哎，我倒非常老少老少非常非常少看到阿拉高指导杀光好了。啊，这就吃外国了。被姜昆外国。看来姜昆这心情蛮好，这个补起来没什么。哎呦，偷袭！哎呦，差点没不好。姜昆踢到当中，啥人踢右边去？费老师好像跑远。搿是姜昆王寿廷和帕托三个人踢三后呀，是伐？我没看出来。现在帕托王踢出右边，一比二，就嘴巴伸开，哦，又是国军，一比二踢到这边来了。嗯，这球传中质量是蛮高的，亚索差眼到自家门里弄。这就开了我车，哎啊，他这就能猛哪的，吓人哦！搿只就真的开了好，麦克布林开了质量相当相当高啊！搿麦克布林没人顶啊，不灵呀！啊，不灵，哎，没人顶一个，作为澳大利亚前锋，我觉着应该顶得住。搿只就稳稳当当好了就送进去啊，没人防守，顶偏得了，搿顶得来，搿只就顶了，大家正好看了这球，搿就把绳子上去顶，十有八九就顶个门下。这个门框外围顶到吧？门框外围能够顶得到吧？哎，往那来，这个老就开出去。场地不好，球不好，球不好。门门今朝穿上啥鞋子？球不好，没球不好，场地不好，鞋子不好。嗯。哎呦，侬看，王大庆搿头比还是危险啊！反击，洪国勋，洪国勋又来了，这，哟，这就是传不啥的，这就是，哦，伊是想传拨后头，传拨莫雷诺，没推好，但伊可以自家再打嘛，对吧？刚刚上来有体能，幺娘，哎呦，哎呦，吓一跳。洪国勋，好，继续一条龙，来了。啊，刚刚上来有体能多大大。我说了，自从伊一条龙以后，每趟一闹就指望一条龙。大家侪看了对吧？就指望一块，哎，又来一条龙。大家侪看了点。这是被看出来了，上港的球迷今朝声势也蛮大，听也蛮清，可能是因为伊拉看台辣辣下头，申花的球迷看台辣高头，客队球迷强劲。巴刀，后头我回来接球，踢了几台眼对了，那就把他，往前就插，哎呦，插，封闭，好球，球中有好，哎呀，球跳起来了，跳起，这上帝不灵，都不管伊，都不管伊啊！弓杆才摆好了，球跳起，可不到了舞台边高头，可不管伊。
个后头就带领没防好，还过去了。朱振荣尾袭了，推过来，好，王大雷老头挡出来，来嘛，来嘛，来嘛了吧？呀，来嘛了。不过搿个防守是空档太大了，陈飞的。是。特别是辣辣，特别是辣辣左后卫跟左中卫的结合部，太危险。又是武磊没把握好机会，这个推了多少好，一比零输了好，只好讲王大雷太神气了。对，啊，王大雷今年搿只水平，是让老多球队头痛。嗯，你们眼睛是，呀呀呀，必须要夺不来了。眼睛是比单过比心，你这左后卫是要调整，啊看。有没有正大好踢左后卫的人上来顶顶左后卫这位置，甚至于让宋博旭回来踢踢左后卫，到最后几分钟防守一下，还是可以的。哎呦，威胁啊！哦，这叫威胁，又是王大雷，还是王大雷，又是王大雷，这就打得来。王大雷离谱了，这北京球，这是北京球了。嗯，就是地球的西头眼，啊，那地球的附近打得太准。王大雷太老了了，王大雷，我开始以为打到门杠高头，我们打到王大雷手高头，这也怪门将啊，没敢快反应嘛，当上过，是血上过，你搿只就将进球踢了门杠进去，是啊，踢了王大进去，啊，刚开始就当中哎司机啊，我也逮在一起，啊，哎，怎么了？一般，顶了一般。那这就顶了太一般。啊，球权还辣辣上下头脚下头，申花现在脚下头没球，搿蛮危险的。打到将近七十五分钟，一比零是越踢越活，越踢越活跃。伊好像上高头个进攻搿组织核心啊，就在那脚，就在那脚。但是呢，我觉着伊勿是一个组织核心，所以我觉着伊还是穿插穿插比较。当然了，还是让伊组织吧。今朝王大雷鞋子不大好，鞋子穿错了，嗯，侪是滑脚板。场地不好，球不好，鞋子不好。那么场地不好哎，我呢把调的地方摆摆球，不要紧，关键手套好就可以。手套好是最重要的。嗯，今朝王大雷这身手还是奇迹啊！其实应该讲，我觉着下半场应该是东亚最该有利的条件，因为伊进攻的搿偏上，伊要比上半场要好交关。但是我看来下半场好像伊没上半场打了介犀利啊。那搿只，这伊便宜真便宜。所以我现在球队还高了，上，好球，哎，搿个就是好球，啊，犯规了，犯规推人了，推了一记，啊。招杀技就好了，嗯，啊，这个就招杀技啊，推了进去，哟，这个是吴磊，吴磊我不应该就拿了打十一啊。阿道，哦，劈犯规，
搿整种皮板过呀，等我升级啊啊！我碰到我就地高头一躺，哎，搿只球动作是蛮大个。那看到王大雷又要抢球了，啪啪裁判机讲，哇，那个球弄出还可以算了算了，如果配音配了应该没意思，全部侪是语气助词，一句我讲出来侪是语气助词，也属于侬老了，不是关，关键是王的镜头抢着了呀，对吧？本来是李继斌的伤亡，李继斌受伤了，那王大雷他们切个戏才抢过来的。哎哥，哎啊，弄快弄弄弄！哎，我操！啊，啊，睡了睡了睡了！嗯，这球。当心带领，这胖胖我也接过，吃亏不把带进去。哎呦，踢到后头，自家心想没了，上头了。哎，伊嘛，伊帮姜昆来白相个，哎，那是白相不多。姜昆就怕侬不防伊，到弄过来了。最年岁啊，阿拉姜昆同志几岁了？快三，毛三十五。嗯，比侬多吃十五年饭，叫爷叔了。跟姜昆白相个一套形式。上港中场还是有啊，嗯，还是有中场，又来了，这哎，就导演叫我来，总归是中地的张港高库，张港高库，啊，但是现在好像，哎，现在浦东机场，现在不叫张港高库，但是阿拉老早讲张港高库就是中地的，中地的。又来过，他应该接了小朋友们。今朝这瓦格纳落位又进球，山东 ，Love 又进球。那个巴西国家队的门联是谁呢？又进球。裁判又不把子，不啥呢？司机啊，我刚一吐什么？啊？就不要跟人家弄啊！哎呦，这里要跟我，王军。我假使是不灵了了，比如打喷啊，带领不哈。对。因为当到底不灵还是身体比较磨难啊，不像一比你速度加快，也不像武磊加难弄。不就。找许志道老讲究的，那会得现在不讲究了。讲究什么？一比二。哎，往向是像一比二，总归是出八零了。哦，八零也是有的。好，比赛打到八十分钟，又是这国球。今朝上港国球又好又坏，还是老稳定。右侧就开了好啊，前边。没过，没过啊，没过。看样子蛮好，像的。是吧？
伊搿勿出界，勿出界就高出来。费老师，费老师，拉网勿到，哎，搿机会。但是是拨网网是拨伊便宜了。我辣身后重新拉人，就拉，拉勿回来。费老师重新踢底，下头还踢。下头踢脚，还没踢着，还没踢着。上头拉，下头踢。这号头嘛可以，要洗一次。就霸道了。哎呦，哎，李文秋阿姨声音我听到了。听到吗？听到了，非常响亮清脆，早点出来呀、啊、这声音早点出来嘛，不至于0-1落后了。上海好声音，哎呦，当心尾气了，朱正勇，哇哇哇哇，搿只球往大来踢到球了，搿是麦克布林是不是碰到伊了？这块啊啊！人家没，人家没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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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大来有句表演，你也抢镜头了？四区半啊，有四区半，必须要抢得行，四区半。我看到伊讲啥，哇操，这球不犯规啊！你不给拍啊？裁判肯定认不得。你看人家，哎，人家没动作，看得很清楚。起来吧。一区、两区、三区、四区、半。第四区没过了吧？第四区过了没？还想过？哎呀，过没过？过没弄了？哦，给他写个吧。惯性不够。四区半。胖子五区。还是滚得蛮漂亮。哎，这五区滚滚得蛮漂亮，动作蛮。哎，结果还是国球。搿好，伊没去过拉马西啊。没进球。什么月？啊，跑出来了，跑出来了。这个是靠个角度不对。哟，孙凯还有打扑。没一比一，没劈他江坤，又来帮江坤不想脑子。哎呀，帮老队员一定要不想脑子，那就上去烫伊呢。啊。老头一般没啥脾气，过去好，再一条龙，自家来，自家来，小高头，哎，自家想打门啊，有没有？最后送过去呢？好球，好球，好球！王胜超是打到右边去了，啊，申花要调打底，有这个一反沈指导的常态，哎，有可能你没肯定调莫雷诺，莫雷诺踢不动，不是调莫雷诺，我觉着没反常态啊。犯规，无赖犯规，有点小动作。裁判说：“我看到了，我看到，去吧，去吧，我看到了。”对对对，不要多讲了。那个臭不要脸的踢你了，哈哈哈没就揪了一下，揪了一下。哎呦，五虎应该比你领先踢进。要当心武辉的呀，那办法掉是掉没了。武辉也被你领先踢进了，这对身形来讲是好事体啊。这个叫走了快呢，这个叫 fast fast fast。一个吧，我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我真的是两只刀。哎呦，不要推了！哎，拉了！哎，不要推了！哎，吃吃饱了，这真有劲。江宽把挑起来跟人家争，又绑了一笔，又绑了一笔，那拼身体，哎呦，这就，哎呦，
没事没事，大小的。上港还有最后一个教练名额，准备要用了。不出来多少？这背后一直是出来，把球都卡掉了。哎，不错，王长青玩的不错。输了五分钟的，六，还有掉一个，掉了这后腰，掉林创意。林创意是进攻型的中场。伊调踢个后腰，他会抗调。实际就是讲这名字起得老好，创意。他怎么这新个林这个创意了？没创意了，就是林林创意。也好嘛，啊，五超。今朝是哪能？两年是来算名了，算名字。这东西讲名字，啥个啥个讲，我们就开始了。完了，郑重徐指导呀！郑重徐指导，徐指导一反常态。徐指导那个方面是老讲究，对、嗯、吧？跟我学。因为决赛，搿场地高头来踢，一面的山高头轻个湖。我跟我不晓得，真的？一个搿场地都不晓得啊？跟我到真。哎呦，太孤陋寡闻了。尾线好被打起来了，生活受了太深了，不要抢，少攻，啊好球，帕托不是讲伊要过人，伊要是最后传球直接传了正面，对，那现场还是捞到球员了，费老师。有球迷讲，爸伊是白家军的妈妈嘛？马上有球迷讲，幽默是有尺度啊！不要黑幽默，黑幽默就变黑色幽默了。哎，我黑幽默。难破，费老师再不讲，哎呦，难怪啊，费老师很开心，本来就吃来了。再加上盛开搿记是绑着菲拉斯的胸口，菲拉斯一记头胸吓懵。嗯。不是胸口，是肩胛。菲拉斯讲：“我有信仰的，我不会骗人的。”啊，穆斯林是不骗人的，长着就长着，捅就是捅，起不来就是起不来。哎呀！比赛打到89分钟，上林布置没出来，还没举牌子了，裁判没拨，裁判没拨指示杆，那手势还没出来。手势没出来，不是手势没出来，侬兰花指，兰花指都不要乱敲。伊还没，伊有辰光是兰花指。3分钟，是怎的？啊，搿么搿个兰花指都不得个，紧张呀。还有个球迷讲看到。穿的是拖鞋，啊，别人好穿拖啊，踢你踢你，可以女的，但是那个影响跑动的速度啊。哎呦，还有个球，刚刚最多还有两趟进攻球，打的啊，犯规的地方，脚底崴脱，裁判拨了张黄牌，把他打到地板，赶紧给追。那对方飞球速度啊，我嘞，补几分钟？补几分钟？我已经老用心了，听没听到？最多还没啊，4分钟，补4分钟啊，这么多钟？嗯，我们再打一两钟。好，听懂了。反击，又没人跑。
辰光有点全面防守。搿只辰光的确是全面防守。前头摆了个菲拉斯，哪能越跑越球越跑越远了？好球，张坤，吊门。现在勿要去吊，球控制了。刚刚过去一分钟，还有三分钟了。而且我刚刚呀，倒一倒啊，还有一条龙。侬做啥了？老有拿进攻做啥了？叫球球了，叫我头么就可以了。好球啊！哎呦，哎呦，脚法脚法短了。哎，搿边有，搿边有，比拉斯，我就进去，扣，转过来，机会，到，哎呦，这个差点再打一浪子，搿是场地问题啊，趴倒，啊趴倒，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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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打飞机。搿只应该讲是必进球啊，搿就勿要当角度了对伐？勿要去追求角度了。慢点啊，慢点慢点。大动作，都在接。还有两分钟辰光，今朝王大楼独家，我开了勿是你的，侪辣右边，在外观。好，再拿出半分钟，林昌宇犯规。有球迷讲，这球员要拉网包出，有球迷。好球，马上抢到头就停了。好，还有一分。上港应该有进攻机会，对，这球就不能顶了。小球球落了，应该球球落了，打底再不趴倒，这一吹到漂亮，这荡出来漂亮，欧了。看看上港球员应该抢不住，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要做个啥物？人家抢不动了，自家老球就高脱。一比零，维西了，维西了，哎呦，我打到门杠，我那里跑了几球，打到门杠高头，维西啊！申花今朝运道真好，搿真的只好讲运道好了，啊，只好讲运道好，啊，没啥个好形容的，还有最后半分钟辰光。那不要去哭，还有五分钟，最后他进攻机会，韦西，韦西，韦西，哎呦，哎呦，把我吓跳，哎呦，三个人防一个，还有最后十秒钟，再冲掉，带领那队顶出去国球。哎呦，五连跑了！搿只就太危险了。哦，被王大雷扑脱了，搿是。王大雷扑脱，王大雷今朝勿是一个三只扑球，收获也是老厚啊。对对对。阿拉没啥机会啊。最后只国球，最后只国球，应该问题勿大。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一比零，收获队扑到了八比零。但是还没有讲句，在上海哪里都是申花的主场，申花再次在上海滩拿下一场胜利，获得了德比战的四战全胜，全取12分。上海只有上海申花。莫雷诺，但是今天最佳球员不应该是莫雷诺，而应该是王大雷。王大雷。最佳球员不应该是莫雷诺，应该是王大雷。镜头不应该那么势利的给进球的人，对对对，要看看是谁帮我们守住了城门。最佳球员是王大雷，如果我们作为媒体来评价的话，最佳球员就是王大雷。我雷诺踢了五十好啊，就进了这球，那个这就进了非常好，来过问一下基友，今天听听雨长采访，雨长有采访吗？镜头应该是不雨长采访估计。
好像是没翻也没寻着，九零后翻也没寻着，翻要王开对吧？哎，王开去庆祝去了啊！啊，看不了噶许多了，记脱了。莫里诺德要西班牙问采访，对吧？你倒不看叫，假使讲以上是有采访，阿拉进到采访下面啊。今朝这场比赛，阿拉先讲，甚至到侬前头吃点一个小炒，嗯，下半场问题解决了哪能？有点解决了，有点没解决，侬看叫？解决了，我觉着阿拉两个比还是没利用好。第一，第二呢，阿拉个好的地方就是得分得了早，拿对手的机会打乱脱了。所以呢，阿拉对手的两个边两个进攻呢，适当的就是讲加强了。所以呢，就是讲阿拉个组合位上半场，就是讲可能哪里的某些欠缺眼，下半场啊好交关。那么就显得阿拉就是讲防守组织了好交关。所以呢，由于得分早，对手只好压出来打。那么阿拉个反击和控球又显得更加好，加上调人调上来姜昆、宋博旭，也是控球控得老好的队员。等个呢，就是讲有效的就防止了对手的反击，因为不管全部压上来，一样是阿拉打伊反击，也老吓的。当然了，最后五分钟又要吓人。吓人！我讲侬介许多讲了七点对吧？洋洋洒洒，老专业。我今朝就两个字来形容搿场比赛，叫命运。搿就是命运，这就是命运啊！申花注定上海老大，上海 number one。嗯，你们不要去有幻想，不要去有幻想去抢夺申花的位置。对，我觉得这个是。哎，规则。毕业行得了。其实从没想过就四场德比都能赢。这镜头倒的是大了，这镜头真弄下你的镜头摆摆的吧？那个对于所有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把干活你不重要，不重要，哎，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应该让大家也是挺开心的吧？我觉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四场德比都拿下来，他觉得球队最大的秘诀在哪里？你说 ¿cuál es el secreto para o sea porque ganamos los cuatro clásicos? No, yo creo que es trabajar bien. Estar convencido de lo que es un clásico. Lo primero que uno tiene que ver de un clásico es que los clásicos no se juegan, los clásicos se ganan, son como las finales. Hay que dar un poco más. Y yo creo que viva un clásico que sienta que es un clásico. Sabe qué es y por eso siempre lo va a ganar.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吧。我认为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准备就是好好训练，然后知道这个德比必须是赢的。就是说，因为它的含义不一样。如果所以说，我认为把这几点能够做好的话，应该可以就是这个拿下所有德比。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他觉得他是申花的福星嘛？因为他每次进球，申花胜率都很高。他应该说，今天我是被队友阻止的。我原来也想脱衣服的。没有，我是球队的一份之一，然后我只能够为球队就说这个努力，让这个球队能够这个拿下所有比赛。Gracias。好。Gracias。其他最后还有一句，就是今天还好白家军没上，否则我的裤子也没了。白家军还好，连替补席都没在。啊，其实我刚刚讲了不是命运，命是大家要认命。申花就是上海唯一的球队，唯一的大家关注的球队，不要去抢他的地位。啊，运，申花今天确实是有运。啊，命运这两个字的解释很有意思，我有一句名人名言的，说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逊，啊，所以今天我们把命运这两个字冠在这场比赛的头上，啊，这场比赛就是命运的比赛，是命运的比赛。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十二分四场，嗯，上海同城的比赛，申花全部获胜，当然还要下压一了，把了申花个三级分，啊，还看申花后头的比赛哪能打，因为等会我们后面有英超的直播，我们在这里也不多说了，谢谢陈亮。也要恭喜陈亮，礼拜一又有奖金可以拿了啊！一等奖的获奖者，我们也看到了，恭喜您获得一副价值1890元进口德国蔡司光学晶片，视频防护镜，有效防御及阻止视频终端综合症啊！恭喜侬获得这个奖品啊！恭喜陈亮，八两全部吃完啊！好，就那个，阿拉等下看 PPT 有大家转个英超，那么我礼拜呢，生活是主场踢武汉，阿拉两个人呢，继续亮亮组合上海话解说，我礼拜再会。